还想跟你们聊几句呢，你知道吧？还想跟你们聊几句，唱一段《想你的时候为月亮》来送给大家。感谢阿秀姐，感谢明兰姐。我的天哪，前榜五都是怎么回事啊？前榜五全是姐姐的。爱你们，姐姐们。想你的夜晚总是很漫长，小小的冷风还带着冷霜，远隔千里你身处在他乡，苦苦滋味我独自去品尝，问了月亮思念它有多长，你是否也会把我亲手忘，无法忘掉你旧时的模样，想你的心感觉斑斑忧伤，相思的泪水在不停流淌，只有默默的遥望着远方，把那相思的苦深深埋藏，等你在那曾经的老地方，亲爱的你不知现在怎样，夜深人静谁是否把我想，月亮恰似你那妹妹脸庞，我想你的时候我只能问月亮。感谢慧姐，谢谢大家，一首想你的时候月亮送给大家。其实特别想大号其实很少跟大家会聊天了，就是针对现在的流量呢，经常有人会说唐毅有很多的粉丝宝宝可能会对我失去信心啊，就觉得可能唐毅哎你就那样的拿了啊，就会说这样的话。其实我想说我觉得人生没有是一直是我一直是那个高空飞行的，有时候咱们也需要低空飞行一下，我觉得咱们低空飞行一下，只要我们还在飞，我们就有再次起飞翱翔的这个机会，是不是？所以我觉得我希望呢我们所有宝宝们对唐毅是要有信心的，然后呢而且我要告诉大家，我可能今年年底的时候呢，我可能会给大家一个惊喜，我今年年底的时候可能会给大家一个惊喜哦，是我一直梦寐以求的事情，我觉得已经在计划了，就是在年底的时候可能不告诉你们，年底的时候会有一个惊喜给你们。其实今年怎么说，今年2024年，我想说一下，在我2014年的时候是我第一次参加全国的一个歌唱比赛，那是我第一步踏出去去参加全国的比赛，就是2004年，我不好意思我说错了，2004年是我大学第一次参加有一个叫百世星星的一个比赛，2004年到现在2024年已经是我追梦的20个年头了，所以我觉得今年我一定要做一场轰动的事情，因为人生没有那么多20年，所以今年年底啊，好不好？你们在说什么春晚？春晚是年底吗？哎呦我的妈！真是。
不是春晚，不要说春晚，哎呀我的天哪，哎呦我的妈，哎呦我的天哪，春晚不是说一二月份去了吗？我说年底十二月前，今年十二月前，真是，老板你已经很成功了，嫁给谁？嫁给你个头，烦死了！我在说追梦，你说我嫁人，疯了吧？哎呦我的妈，跟你们没法聊天，真的是，哎、我追梦二十年。今年是二十年庆，想想其实也是蛮难得的，是不是？把婚礼两个字跟我禁掉，搞什么儿女情长的事，咱好好搞事业不行吗？天天儿女情长的事，哎，生娃疯了吧？为什么要生？我已经有过了，我不需要了，不需要了。然后就是，我觉得年底吧，好不好？我现在就开始计划了，因为年底那个事儿的话，得要提前几个月准备。我会慢慢来准备这个事情，好不好？希望大家都期待我。今天洗头了，我发现老师公屏上老师有一些人，老师说的是什么玩意儿，我都看不懂。老师喜欢打岔，不看你们，哼，冷一点，太冷了，早生贵子，好的好的，谢谢。哎呦我的妈，因为可能在你们的想法里面，就是可能在很多人老板普通老百姓的想法里面，就是你要结婚生孩子就是人生最大的事情，那这些事情我已经经历过了，我觉得有就有，没有就没有，就不是说去勉强的一定要去做这个事。我觉得对于我来说，音乐的道路是我一辈子都会追求下去的事情。不管直播间有多少人，我也会一直唱下去，就是这样。在这里再唱一首歌好不好？我今年四十岁，是啊，谁说四十岁不可以吗？我觉得我的心态还是二十多岁的心态，没有变化。我不管大家就是在觉得你，四十岁了，都人生过了一半了，你应该怎么怎么样了？我还有一件事哦，二十号之前我会发首我的新歌。我这次去北京，我就把这首新歌录好了。然后呢，这首新歌非常的有力量，反正我自己认为非常好听。二十号之前会发布。要不要到时候来一个新歌发布哟？要不要再来个新歌发布啊？奋斗十年，我觉得不管十年二十年，再让我奋斗二十年我也可以。我觉得人生不会因为你的年纪而停止脚步，你努力的脚步，前进的脚步，只要每天就在成长，哪怕你看似可能很多人觉得你的直播间没有增长，可是我内心在成长，这就够了。要发布新歌是不是？二十号之前发布新歌，然后不说吧，我不好意思说。哎呦我的妈！二十号之前会发新歌啊，好不好？这首新歌好好听，但是我感觉那首新歌也很难的。他们都是老是反映说，老板你说新歌都好难唱，这首歌更难唱，好高，哎、好高啊！哎呦我的妈！那我们再唱一首歌，《所有美好的少女》。本来来，我觉得相信一切都会越来越好，哪怕是暂时的低谷，我觉得影响不了我们前进的步伐。所有的美好都会向我们奔来，送给我们所有直播间的家人们，希望你们不管处于什么位置，内心永远要保持希望，好不好？相信
你看那束阳光早已经把乌云拨开，你看那逝去的终究也还是会回来，你看世界总会慢慢的把悲伤甩开，你看那阵温柔的风正在慢慢吹过来，你看总会有人为了爱去穿越人海，你看想要的生活就在不远的未来，你看幸福它只是不小心慢了安排，你看所有美好正在向你而来，会有风遮住你头顶的雨，会有风吹散你身上泥泞，会有灯照亮在角落的你，来温暖你所有难眠的夜里，会有人爱你胜过爱自己，会有月倾听你所有委屈，会有花盛开在你的肚脐，若你抬头看悲伤都会过去。你看总会有人为了爱去穿越人海，你看想要的生活就在不远的未来，你看幸福它只是不小心慢了安排，你看所有美好正在奔你而来，会有伞遮住你头顶的雨，会有风吹散你身上泥泞，会有灯照亮在角落的你，来温暖你所有难眠的夜里，会有人爱你胜过爱自己，会有月倾听你所有委屈，会有花盛开在你的肚脐，若你抬头看悲伤都会过去。谢谢。所有美好都会向你奔来，只要你相信，内心永远有希望在心中，一切都有可能，是不是？好，谢谢大家，感谢我们今天所有陪伴我的所有家人们。我们今天生日的有没有？给我们生日宝宝唱一首生日快乐歌来。哦，这么多。昨天生日一的光，二群诗与远方，一生有你三的颤语，一生有你二十一群的喜羊羊，一生有你二十一群的意义。今天生日有四群的云卷。云卷云舒，怎么老是听到这个名字？云卷云舒，十二群的陆敦敦，十八群的这个依依，二十二群的霞姐，十六级群的卡大爷，哎呦，卡大爷生日啊也啊，来祝我们所有生日的宝宝生日快乐，身体健康，心想事成。祝你健康，有个温暖家庭。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赞赞点的三千万来。Happy birthday to you！ 感谢大家今天晚上的收看，那今天我们就播到这里了。谢谢欣怡姐、杨安姐。啊，来，还有没有直播间有没有要进群的宝宝啊？直播间有没有想要进我们粉丝群的宝宝？然后要，你确定这样可以在直播间拉吗？啊？不是，这样行吗？来，我们要进粉丝群的宝宝们，下方的有一个上麦了吗？上麦了吗？你们在说啥呢？快点，上了吗？想要进群呢，我们现在马上拉大家好不好？我的管理会在右下方啊，会在右下方。然后呢，你到了十级以后，你就可以加这个管理的关注，然后我跟他私信好不好？上了吗？
十级才能上，家人们啊，十级才能上。上了吗？不是，他上了没有？拿给我来信。谢心怡姐、洋洋姐、明南姐、嘟嘟姐、阿秀姐、假如姐，哈哈哈哈，还有吴昕哥、你的乔伊、八童在榜八、多多在榜九啊。